平成好，所有马匹等着福将军一亦都搞定埋，工作人员散开晒，准备一出闸嘅时候，较为快啲，见到有特醒嘅真意啦。咁啊，边境性都唔慢喎，里边仲有只正如之星啦，见到咧有晋王啊，出边嘅咧明德之威啊，里边嘅咧仲有啲好弹力啊，咁样嘅左右啲都系自知之明同威威。然后后啲嘅先至见到福将军啊，好运啊，而家褪咗落去嘅。咁左右啲都咧天天顺利爆尾嗰只咧就见到娱乐之宝。好啦，到呢个千四接合点嘅时候咧，放头嘅马咧就见到啊，必竟性喺出边咧放咗出嚟喎。咁啊，正如之星咧就喺内档度守住呢个第二位噶，出边拍住佢就有真意啦。最后啲堆咧先至跟住有自知之明嘅一个马威，跟住有好弹力啊，同埋呢特醒咗一个马威，跟住嗰啲出边上嚟嘅福将军，然后好运咧，最后啲堆咧同威威晋王啊，咁啊，然后咧包尾嘅三只马，咁啊天天顺利啦，娱乐之宝啦，咁样样嘅。咁啊，睇下先啊，仲有隻咧系明德之威咧喺佢哋大外档啊。去到对面直路尾嘅时候咧，方头啊仲系呢个必竟星啊，带嚟大概系个半马位左右啦。咁啊，守住第二位嘅内栏咧，仍然喺呢个正如之星嘅出边就系真意拍住佢一个马位，跟住喺后边嘅仍然系呢个自知之明咧就拍住出边嘅，哇！喳喳声涌紧上嚟嘅，仲有隻咧就好运啊，中间咧有特醒啊，咁啊痴兰仲系好弹力，后边跟住有同威威啦，然后啊福将军咁，最后啲都咧先就系娱乐之宝啊，咁啊包。尾嗰幾隻馬咧，仍然咧見到啲晉王啊，嗰啲咁啊，天天順利啊，明德之威啊，咁樣啊，頂頂嘅福將軍飛咗出去嘅，咁啊，同威威你而家飛咗出去大外檔嗰度展開呢個衝刺欄，前面啊，方頭啊，仲有啲必勁星大熱門，收住第二位嘅正如之星，騎內反應都係麻麻地嘅啫，後面衝上嚟見到咧自知之明啊，大外檔上嚟嘅，有同威威啊，同埋呢個明德之威啊，咁啊，裏邊仲有隻好彈力嘅咁樣啊，正如之星嘅最後200米咧，只要出嚟多少啊，出面上嚟嘅咧有隻特醒喺大外檔嗰度，中間仲有隻好彈力。正如之星咧，而家占先好大力嘅三华两本啊，结果喺中档咧赢咗。咁啊，正如之星第二咧，咁啊啲啊特醒咧就第三。咁啊后边嘅咧一扎马咧就展多呢个冲刺嘅涌上嚟咧，哇！嗰只天天顺利啊，撞咗嗰只明德之威飞咗出去大外栏咁就系啦。好啦，喺前面嗰度咧，好大力啊，好犀利啊，好欣呢场先嚟喎。平平白林咧喺中间就揾到个位啦，前面咧正如之星啊已经占咗出嚟多少噶啦。咁守住第二位啊，好弹力出面啊，特醒啦，咁大外档上嚟噶，明德之威同威威咧，中间有自知之明啦，好弹力拉屎嗰两步咧，结果中间突咗出嚟噶，咁啊，正如之星第二，特醒第三，明德之威系第四嘅，真系好弹力噶啦，只马真系拉出嚟好靓嘅只马，唉，即特醒第二咁都好啊吓，又俾只正如之星又爆啦。啊！我而家知道咩叫世界末日啦，我知道世界末日啦。好大力喺第五班輸嗰場，我已經係世界末日啦。第三班贏馬，咁啊華哥，我一見到呢馬，我諗起華哥噶啦，飛屎都冇嗰場馬包低。你睇下華哥啊，流力流得幾好啊，真都算高啊，都算流力流得好啦，兩班半以上，真係高手。屁事都冇啊！嗰場馬，我先暈啊！跑低兩班都仲要輸埋俾佢，好似跑第五到啫嗰場。啊！呢只好啊，騎師升啊，流力噶嘛，你睇啊！唉，死啦！死了！死啦死啦！揀到就彈下彈下都揀唔到正如之星啦。啊，一哥啊，點啊？不如我哋聽日我過去賭澳門馬噶啦。哎呀，我真係唔賭啦。唉，我寫個伏字啊。你冇計啊？有乜計啊？有初步嘅派彩，第五場第一名十二號好彈力，到贏154蚊，位置係36.5，唉，即係唔係好夠嘅實力，有個 fit。咁就爆翻喺度。喂，你買特醒咧，我話你，我輸俾邊只啊，都冇輸俾好彈力咁眼冤嘅。哦，啊，你輸得俾好彈力嘅，仲有乜用啊？冇乜用。唉，所以睇馬有時明明知道只馬超級嘅，搏命買落去嗰場，佢嘅 pace 都冇喺第五班。最慘你輸咗一場咁咧，你又唔想即係唔份再買噶嘛？位置 Q 啊，預計派咗6/12，243蚊。四搭十二咧就叫152蚊，四搭六系141.5。
唉，咁啊，點知睇實佢贏完又贏。嗰場啊，輸完之後，人人都叫我做彈下彈下啦，已經出咗名啦。咁而家仲彈得緊要？咁揀翻佢啊，揀翻佢都買唔到噶。但係你揀唔到，買唔到啊，係咯。正如之星都冇以前咁好火氣。唔係嘅，而家你叫翻佢哋做彈下彈下啦，家樂。彈未？彈未？咁啦。即係馬以前係因為腳又慘釘啊，又呢樣嗰樣，咁我根本係超級馬嚟嘅。嗰陣時喺五六班係超級大超級馬嚟嘅，為咗佢大超級馬，佢跑到 pace 都冇，冇曬計。咁你冇法子嘅，咪即係同雲中咁嘅啫，係咪先？啊！大超級馬可以跑到 pace 好多呢啲例子嘅。好彩嗰兩個騎嗰兩個而家都唔見到人啦，好都好爭。